又喊一跳又喊一跳一跳，来干杯，嗯，要转下去吗？是十五啊，那不好玩哎。你吃冰淇淋好了。现在我们在八十八了，还没有一百吗？这个高腰，这个没有没有，我这个我不会吃。今天不吃吗？我不吃。确定？确定啊。是不是它变比较不辣了？哇，我绝对不会吃了。你还好吗？爱你的很好。哎，好人开锅，把人开锅。大家好，我是黑龙，欢迎收看《黑色进球》。你们应该知道我在哪里吧，对吧？但是今天呢，这个不是我要喝的啦，不是啊，今天不是我要喝的，我要给一个外国的学弟啦。这个学弟呢，他要我教他怎么可以变一个很好的 YouTuber， 很有名的 YouTuber 啦。我说没关系，这个靠我啦，学弟哦，这个靠给我啦，走吧。哎，老板你好，我要卖苦茶。好，这苦的好不好？只有一种啊。哦，只有一种而已。那、这个苦茶对身体怎么样？就是降火气、退火，就是因为有的会长期熬夜、日夜颠倒、喝酒、口臭那种。对对对。对，它可以喝这个，这个就好，可以解酒。这是鲜渣，就是我们这个。它的话帮助的就是，如果它太苦，只有这个可以当做解苦的。所以这个是甜的。甜的。不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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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这个不要不要。对不起啊，那我们去找学弟吧，大家。呀、yeah. ，My man， 你是 Jacob 吗？我是 Jacob， 你好，你好，黑龙。Vitam， 那个波兰什么讲 Hi？ Vitam 可以。Vitam 对不对？你刚刚是不是要说 Vitam？ 对啊 ，Vitam，Vitam。Yes，Tim 黑龙。好强哦！哎呀，大家这个是我学弟啦 ，Jacob 啦。大家好，我是雅各，我是从波兰来的黑龙的学弟。注意啦，那今天呢，我跟你讲哦，你是不是说要变一个很有名的 YouTuber 嘛？对不对？拜托教我。没关系啦，我今天呢就是给你的这些东西哦，你体验完的时候，你就变成一个很有名的 YouTuber。好、啊，相信你了。招红，招红了。应该呢，我跟你讲，这个一开始呢就有这个猪血糕加香菜，然后有这个苦茶。我希望你可以把全部吸光光。好，可以吧？是的。那先从猪血糕开始吧，应该会喜欢吧？香菜你喜欢吗？香菜很喜欢。香菜就是要多加一点。哦，要加多一点哦。对。哇，才知道了，要早一点讲啊。哇，怎么干呢？还好，这样子、哦、还好，还可以。哇，我快吓死了呢，吓死我了，他很威严呢。我跟你讲，今天没关系，还有很多东西可以吃的，期待。对对，这个就是给你第一个 level 这样子，游民的 level 了。嗯，今天体验完就红100%了。哦、那吃到这根大概这两个20%而已、啊。你上次吃的那个猪血糕有香菜吗？有吧，猪血糕不是都有香菜吗？不加香菜，我觉得是一个不能做的事情。哦，一定要加。哇，他很懂哎，所以跟上次吃的比这个比较好吃，还是上次比较好吃？这个比较好吃，因为这个是你送的。哇，很感动哎，他很会讲话呢，哇！这应该是台湾最有名的苦茶，真的假的？对，台湾人超爱的，我自己超爱的。刚好我超爱喝饮料 ，I don't like。哦啦啦，有一点点苦的味道，一点点而已、哦。没有啦，今天礼拜几？礼拜四哦。礼拜四不喝苦茶吗？没有，礼拜四不喝茶。对，其实还好，还可以耶，还可以、哦、有一点苦，不喜欢苦味道的人就可能不推荐。啊，你喜欢苦吗？正常人不怕苦，也不怕香菜。对啦，然后你再喝啊，香菜我怕。好，马上喝完。好，没关系，我跟你讲哦，你不要再喝太多了。我等一下带你去。你喝完了？喝完了，我们今天不是要努力吗？哇，你很努力耶。这样有教无怕吗？哇，这个已经23.8了耶，大哥。23而已。对，23。好，下一个点见，睡啦。这个是我们的 level 2了，台湾的豆腐、哦、有炸的还有没有炸的，两个都吃过吗？炸的有吃过，炸的其实蛮有经验，可是没有炸的我没有吃过。我没有炸的没有，没关系，我们先吃炸的。对，你要这样子，然后你要用这个，我要炫你的方式。对，你要用这个，强哦你，好，哇，嗯，很爽，有辣，有泡菜，有臭豆腐，然后有、就是、好吃，然后有脆。对啦，最重要有胡椒。没有他爱啊，很爽，我就给他。不要加东西的比较落口。真的吗？对，我们来看看吧。没有，不用加，不用加。泡菜也不要。对啊，泡菜也不要。好像可以加泡菜了。
所以你这个跟你上次吃的那些比较，那个比较好吃。这个应该是第一名。第一名，老板第一名哎。哎，我有带便当。确定吗？给你吃一点。哇，这很棒，帮你擦。那个姜。对，那我们吃没有差了吧？这个你应该没有吃过吧？这个我真的没有吃过，对，这个、第一次。这个是这一家的特别的。要不要去教我？这一种的呢？这一种的、哦，这种不是。这个味道比这个特别一点，可以加，也可以加泡菜吗？这个加泡菜可能会比较好吃。真的假的？我试尝看。不喝吧？还蛮有趣的，这个可以加几？这个58以上了，一开始吃没有味道，那你后面吃的时候就有嘛，对吧？那这两个你比较喜欢哪一个？当然是这个。这个。炸的臭豆腐，就还是炸的臭豆腐。它比较这个比较脆。那你现在这样吃哦，嗯、已经68了，加一个点了，还是63。嗯，这个你吃完就是不是什么难？这个很多 YouTuber 有时候拍，所以就不是难了。我们都拍完的时候，后面有发生事情，这样子。发生什么事情？不会忘记的事情。应该不是一个很恐怖的事情吧？没有那么恐怖，你继续吃好不好？我在外面等你好不好？没有，我给你取，我给你取。没有，台湾人不会生气。你把它吃光光，好吧、啊？谢谢，好辛苦了。那等一下见哦。好，48要完成了，大家。好的，好不好？算了啊。这个是我们的 level 3，这个你吃完就加满了。180，好，准备好了，对，准备好了，好、哦，谢谢、啊。这个什么东西？这个、哦、没关系，拿你签名就好了、嗯。我们是来吃东西，还要签名，什么意思？没关系，我先签你。这哦，我跟你讲哦，这物件啦，你听无啦，无要紧啦。应该有签的人都要签吗？没有，我是保证人啦、啊。签了就是要吃。然后我有特别准备这些东西，因为我上次吃的时候，我有配这些东西。嗯，好、嗯啊，一起吃哈、哦。我想问，因为我们刚刚在车上吃鸡，有说哦，你们吃那个，然后会不会取意愿？这是什么意思？那是鸡不懂啊。他这样说的，应该是开玩笑吧？开玩笑的。所以是那个干面鸟杯冰淇淋，这样我还没有吃过。可是这个是看你自己的，有的人、哦、有的人要，有的人不要。我应该不要了，因为我其实不会吃、啊。不用是不是？我不会吃啊。那我也不吃了，我看学长。没有啦，学弟，我带你来这边，你一定要吃。可是我是觉得，如果我来跟你吃，那我就选你的方式才是对的，不然是不是没有礼貌？我们在台湾的文化都是长辈先吃。我跟你讲，我不需要你的礼貌。我们的干起来好吃，对啊，这个超好吃的，我爱黑龙 like。好，然后呢，我们台湾春期的频道哦，已经有人看了200万个人看了，嗯、因为一个影片有130，有另外一个有70万，所以你有把它吃完？差不多。那我今天要努力了。可是我觉得师姐要先吃那个胃药。胃药，没关系，我不怕。你不怕？但我还是吃一个，好了。到底怕不怕？胃药就很好吃。这不是为了业配，那我来准备东西了。这个要配了。你上次吃的时候，是不是有人没有帮你把冰淇淋打开，然后你超着急？我就叫你不要吃，啊，你又硬要吃。冰淇淋。对呀、啊，所以我帮你盖。你看水长那么好。我好了。好，你拿一条就好，一条就好。一条。来，干杯。嗯。有。顺下去吗？是15啊，那不好玩哎、欸。你吃冰淇淋好了。现在我们在88了，还没有100吗？这个高腰，这个没有，我这个我不会吃。今天不吃吗？我不吃。确定啊？说不定它变比较不辣了。哇，我绝对不会吃的。你还好吗？我爱你了。很好。你微笑。等一下要喝伟大力啊。今天学了很多，学了很多嘛。我跟你讲，这样子你就会变成一个很有名的 YouTuber 了。我们都是这样子开始的。Chayaga 他们啊，你知道 ，Joman 他们啊，你知道 Joman 吗？你认识的台湾 YouTuber 是谁？等一下，我没有在敬你。这个你喝完你要说睡啦，睡了。等一下，不要急的。干杯！不要急。来，干杯。睡啦。醉了 ，It's good to drink, fucking good drink, yeah. 这什么感觉？刚才他妈的真的超级辣的，我流汗了。哇，大家都会骂脏话的，
外国人不乖，来台湾是最坏的。我跟你讲哦，我绝对，我今天绝对不会吃。那个在哭哎，那个我了解你。我了解你，你要觉得你自己啊，还好，还蛮辣的。我分享一下我目前的感觉。嗯，我们今天自己就碰到那个下冷，超级辣的。可是我要说，我要谢谢你学长，因为你竟然我觉得，其实减重没有这么容易。嗯，要多努力，要吃辣的，又要吃手抽腐。对。啊。老塞。哦。老塞。哇塞。真的很辣。好，所以我觉得你今天真的厉害了，我觉得厉害了。谢谢你，我就可以教成我这个课了。对，我就是 level one 的课 ，level two 课 ，level three 的课。那、啊、你这三个你比较接受哪一个？猪血糕跟苦茶没有问题，我 OK 的。臭豆腐没有问题，我 OK 的。碰到辣的我就觉得，你现在已经180了，感谢你，感谢你今天教我这个课，你是一个很不错的。学生啊，今天黑龙老师教我怎么喝苦茶。嗯，没有苦茶你没有喝对吧？没有，应该小杯而已。这没关系，对不起对不起。今天黑龙老师有教我怎么吃猪血糕年尾。今天我跟黑龙老师我们一起吃了臭豆腐，很好吃，有没有？嗯。还有吃另外一个臭豆腐也很好吃，然后到最后我们又吃辣的，我又吃辣的，然后就觉得也很好吃，可是很辣。谢谢黑龙老师， wow. 谢谢老板。I still have a long way。做这个工作，我又发现你有多辛苦。嗯哼。可是我会努力，我会继续努力。谢谢，谢谢你今天那个我也要我。你要留着。我先留着可以吗？没关系，没关系。所以大家欢迎大家来上黑龙哥的课，好不好？然后呢，我们要今天谢谢你来啊。谢谢你。对，谢谢你来。然后希望以后也可以一起拍片了。好。不会那么恐怖了。不会那么恐怖，今天算蛮恐怖的嘛，还是。所以我们跟大家说，你们也可以来 follow 一下 Jacob 啦。对，下面我们欢迎大家。对对，然后就来这边，我们帮我们订阅、按赞啦。最后跟大家说，下次见喽。太拼了啦。对吧？你觉得我老菜了，你就自己来吃。好，那大家拜拜。拜拜。好，拜拜。好，谢谢。拜拜，好，辛苦了。你我先把这个吃完。对，你吃完，谢谢。下次见哦。不会。是要吃这个东西啊，太辣了啦。